欢迎回来我的频道。OK， 这一期回归的 video 就是因为我又来双十一有买到东西，哇！包裹到的那一刻我就想，哇！每一次开包裹都会有视频去记录一下嘛，所以这次我们也拍一个开箱视频吧。然后这一个包裹呢，其实是双十一买的，其实我不是双十一准准那天买啦，是你们知道有那个第一波预售的时候，其实我就已经买了，就是那个给定金的那种时候，其实我就已经开始给定金，然后要下单了。都是因为李佳琦啦，就是我那时候那段时间就一直去有追李佳琦那个所有女生的 offer， 然后看着看着就觉得哇，真的是太吸引人了，就是那种品牌呀、就很多中国品牌，我买的应该都是中国品牌吧。这一次好像里面的东西大多数都是在他直播间买的啦，扣的真的很多很多。然后这一次的话呢，我是用海运啦，因为空运贵嘛，我买了很重，也没有很重啊，应该是我买淘宝以来最重的了，十几个 kilo 啊。他这边写九哦，骗人的，他这边写九哦，哇，他真的是包到很难开耶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哇，终于开到了，很难开哦，它的那个，哇哦 ，OK， 终于拆到出来了 ，All right， 来第一个 ，Oh my god， 第一个我就看到最大奖的东西了，就是这个薇若娜的这个舒缓修护冻干礼盒，本来这个我们有要买的，然后李佳琦啊，他讲妹妹们买它，他讲这个真的很好用，然后我就来。OK 咯，很好用 ，OK 啦，买咯买咯。他讲到很好很好用哦，因为他就是来防敏感肌肤，什么屏障脆弱肌肤的日常护肤设计，36片啊，它好像是200多人民币还是多少，我不记得了。可是我记得啦，它比我那个另外一个电动牙刷，我买一个电动的，它电动牙刷还贵，这个东西，就是这样哦。这个应该是它的面膜，这个是它的那个它的精华吧。对哦，是我有记得我看直播呀，它是讲你要先开这个，然后倒进去这里用的，就这样36个 ，OK。然后第二个，搞到我好像卖货主播这样，应该就是这样了吧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8、5、40，不对哦，应该有10盒的这个东西。这个是香依本草，香依本草这个龙胆修护冻干精华面膜。香依本草，如果你们有看所有女生 offer 的话，你会看到那个香依本草的老板诚意很大，然后我就来哦 ，OK 了，又是修缓，因为我是比较摸图那种要有修复效果的那种面膜，所以我就来拿来 try 哦，50片，这两盒去了哪里了？应该是在底下啦，反正就是一样的东西啦，就是这个香依本草的面膜，买了50片，应该要有10盒的。然后他应该是把我的这个那个大盒子弄掉了啦，这个油封手压10盒这个面膜刚好。来，我跟你们讲，这个其实美雪有卖，可是就没有卖 Whisper 这个牌子。然后其实我从小啦，我用的卫生棉都是 Whisper 这个牌子的，可是哦，我不懂为什么啦，最近在美雪哦，看到它出的款越来越少，以前有其他款的，然后现在又越来越少越来越少，就变得没有了。然后这种安睡裤真的是超级好用，你们可能会觉得很狗啦，然后不舒服啦还是什么嘛，但是哦，真的你 try 了一次哦，你就真的会爱上它。我在美雪买过的 brand 是 Sophie、 Cortex 还有那个，如果没有错的话是这3个牌子，然后用下来的话，
我一直回购的是那个 Cortex 啊，黑色包装的那个一包 一袋有两片的话就是大概五块左右啦，你可以在 Watson 啊 Watson Guardian 可以找到。可是我就是看到这个是这个牌子 Whisper， 我一直也都很喜欢。然后它这个一包有六条，我买了四包，因为它的一个，因为他们直播间做就是做那种，促销就会卖多包的嘛，我就 OK 了，买一个 set 哦，可以 try 一下，真的跟你们讲，你们 try 过这个之后啊，你睡觉，你 period 睡觉很舒服，根本就不用想，根本就不用怕会漏啊。不用怕转来转去会折到很不舒服，不会，你就直接穿，然后整个就是舒舒服服的棉的嘛，而且还是真的超舒服。每一个我安利种草过的朋友都讲这种安睡裤真的是超级超穿，可以 try。卸妆油，不要跟你们 OK 拿完出来了。竹本它的卸妆油，这个真的是我本来就想买卸妆油很久了，然后竹本的话其实我是有听过，然后在那个李佳琦所有女生的 offer 的时候，他们就有来讲很推这个卸妆油啦，然后他们的那个谈 offer 那个人又很有诚意咯，就你们去看，哎，现在过了就没有意思啊，但是真的是很精彩。 OK，买两个这个卸妆油，送两个这个补充装，哎，150ml 对吗？有看是不是正装送正装？对，是正装送正装。这个卸妆油是150ml 的，我开一盒。有些人讲这个新款的很好用。因为旧款的话呢，就是有人会讲会糊眼睛啊，会过敏还是什么的。新款就很多好评，它就长这样，小小一罐，150ml， 我买两个，然后就送两个补充装，买二送二。然后还有这个也是它的卸妆，哎，3ml 两个小袋的，可以带去 travel pack， 然后还送这个面膜一片两片，送九片会不会有点太奇怪？我要 check 看淘宝我才知道。OK， 就这样。OK， next， 对啦，这两个是内衣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李佳琦的直播间有内衣卖，但是就看到有大尺码的就买了，而且又不会很贵。是有些人讲，我是买了过后我才看到有人讲不好穿，我就想，哎呀，算了啦，买来 try 看咯。如果真的是不是很好穿，就穿几次就丢。我这样子摸啦，它这个铁是真的好像有点不是很舒服的感觉，但是还不知道啦，还没有真正 try 过。可是它的铁真的是有点奇怪啦，讲真的，你摸起来是有点不太舒服的感觉。那时候不是李佳琦推的，这个是小助理推的，try 看啦，不喜欢才来打算。OK， next， 这个咯。摸到这个就是这个了，一样还是这个手机的 screen protector。我真的就是一个你们知道了，每次都买 screen protector， 因为我喜欢自己粘。一个 set 里面就会有这种那个粘纸，然后会有这个清理的包，还有就是那个 screen protector。这个的话呢，我就不会拍给你们看怎样粘啦，因为我要粘在手机上面，我又没有另外一个设备去拍。他们会有 code， 它里面会有那个指南的，教你怎样去粘的那个指南的。
那个你不会的话，你直接去问卖家，卖家一定会 send 你一个 video 给你，学怎样去粘的。Next， 是这个，这个是化妆刷，我买了一个这个泪沟刷。Hello。这个泪沟刷就是这种小小细细的，不懂你们看不看得到，应该比较难啊。这个泪沟刷我蛮 solid 一下，可是很轻啊，它这个笔要实际操作试用了才知道好不好用。然后还有一个这种，这种是遮瑕的，这种遮瑕刷，就是这种按压式的这种遮瑕刷来的，期待一下啦，看好不好用。它有一股味道，这个很便宜，这个真的很便宜。我之前也是有买过化妆刷在淘宝，不懂有没有那么便宜啦，不记得，但是是蛮好用的，真的蛮好用，真心蛮好用。那时候买到那个，我也不记得是在哪里买，什么店什么之类的。然后还有送一个粉扑，这种有尖形的粉扑不错。再来就是花西子的眉笔，还有送三片那个卸妆湿巾，哎，这个很方便的，可以带出门，这个真是很好用。花西子的我没有用过啦，但是可以 try。然后。买的是眉笔，它的眉笔的话长这样，哇，很美耶，很阿达斯的感觉。它的眉笔真的蛮美的，我觉得，而且它磨砂感的嘞，这个是这种砍刀型的，很美耶。然后后面还有这个刷。真的很美，这个眉笔真的。然后还有送两个这个替换 ，OK， 就这样，眉笔就这样简单。最后了，这个也是我最期待的东西，我真的等了很多天，真的就默默的等了很多天。这个呢，就是这个牙刷 ，Usmile 的牙刷，不懂你们有没有听过那本？我是听过很多次啊，这个 Usmile 的牙刷，它是特别限定礼盒，我也不懂它限定什么啦，可能是送人的咯，我是买给我自己咯。OK， 就是这样，哇，它还有这个一个 carrier 这样的感觉，撕开有惊喜，我们看有什么惊喜。Oh my god。它这个应该是折的，它写什么？给你独一无二的偏爱 ，Usmile Oral Care， 还是45度的这个什么东西 ？OK， 这个是可以这样开的。OK，so yeah， 就是这样一个东西，这样快乐。Oh wow， 好美哦！我买的是，哇，真的很美啊，它的盒子做的。我买的是，哇，很重耶，它的牙刷就不，它的这个头是蛮重的，就这样，我买的是这种蓝色，哎，很美耶。你们可以看到，就是它有四个模式，第一个就是 clean， 然后 white， 然后 soft， 还有一个是 tan， 它就有四个模式。然后它的刷头，拿中间哦，中间的第一个是这个舌苔刷，就是 tongue brush， 然后再来就是旁边的，旁边的就是这个专业款的，然后还有一个是 sensitive 呵护款的刷头，蛮帅的。然后他还有跟你讲
那个刷牙什么时长啊，什么120秒啊，哦什么啊，建议您将牙齿分为四个区域，每个区域牙刷牙时长为30秒，我、哦、刷牙30秒，一个区域刷30秒，它就会30秒会震动停，会提示你一次，然后刷满2分钟，将通过连续变频3次进行提示，就这样哦。它的这个用户指南，然后还有就是它的这个 charger 了，哦，它是 Type C charger， 碎了。Type C charger 就很容易，我很多次哦出去哦，然后没有了 charge 点，因为没有带到它的 charger。哎，哦，就这样打开后面，它的 Type C 插头在这边，很方便哦。Type C 真的 ，please， 我每次有时候出去玩，然后没有带到那个牙刷的那个 charger。就没有的用电动啊，就要用手这样子刷。Next， 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一个装牙刷的吧，给你带出去，就长这样。这么小一个东西可以装牙刷，哎，好像又可以哦。哇，真的可以哦，真的可以哦，推它进去。就可以关起来，哇、wow, ，nice。然后最后一个是这个，这个应该是漱口水吧？哦，真的是哎，就是这样一套，然后有4个樱花养白漱口水，哦，有两个口味，一个是富士樱花，一个是浅海樱花。然后这个是牙膏，这个跟这个牙膏不一样，这个牙膏是椰盐美白，这个的牙膏是声波伴侣净齿牙膏 ，different 哦，然后还有牙线棒哎，还有送牙线棒，挺，就是这种牙线棒，不错哎，这个可以带出门，很 portable。就是小一个 ，OK， 以上就是我的开箱啦。谢谢你观看今天的视频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点赞、订阅我。然后有什么问题想问，可以留言。最后打开小铃铛哦，拜拜。